家好，我是王心凌。这一次从台湾的新闻台上看到很多日本的朋友现在正在受苦，然后看到那些画面真的很震惊，然后很心痛，很感同身受。希望现在正在受苦的朋友，希望你们能够加油，然后勇敢的支持下去，坚持下去。那在这里致上最深的祝福，然后会跟老天爷祈祷，希望能够把所有的灾害降到最低，加油。